心有一点清气啊，咱拢是顺了无缘的性气，传着安静这条灵魂，是咱回转来先天的地。我有一点清净的本性，带有咱显落来安定的心，是咱出家现世。我将着清净的性意，带有咱原来这种性质，这是咱天元的灵气，在世间咱向着心行，顺着这点灵性，现伫咱清净的心，灵元现开是灵感，现咱出定。是顺气，走向这条清净的心。咱爱拢是顺的命，咱这点气通神。最主是咱现场，母啊，伊予咱这条灵魂的心，是传达这个天意，是咱道家顺性啊。是灵魂的灵气，是咱搁顺转来这条心，这是咱显明家己的灵性，顺着开发的天理，咱只有拍通道家的心意，有咱这点清净的本性，咱才有无量啊现的境，拢是现世。的灵气转伫咱这么顺的心明白，今咱只有讲天元的灵性对伫咱这么静的心神，天元本意现实形，转咱身家一点气落伫清净的天，咱有元天的灵性。转到咱这么清的心，是咱这点灵源的灵气，予咱来讲着生出来的性，带有咱无形现世灵，再来讲清咱的心意，是灵魂现世的天，我再来兑现阿母啊的心，咱有一点正法的灵性。转过着通即阵心明，拢是元天的灵气，拢是顺家现世。我爱是一点清净的本性，带有咱显落来安定的心，是咱出元天的理，爱咱恢复母娘的心。你有遮尔稳定。的灵气，咱再来兑现咱顺家的心，是咱以正法正天灵，母啊爱咱顺甲遮尔清净，这是咱看现咱的灵性，啊嘛是咱来讲兑现咱的本性，是灵魂伊的灵气，悟出着在世咱的心性。母娘爱咱的稳定，这是照咱通灵的天，我再来兑现无形的性，有咱一条现主持的灵源，是咱以正法这点气性，咱道家现世的本领，这点则是咱通灵伊的原型。拢是倒转来原样，这是咱出天元这点理，放开咱个人这个性，拢是原来天性，咱要恢复天良神性，这则是咱兑现今仔的气质，拢是咱这个气咧流转，我才会当通倒转来我的本性，兑现。咱出家这条灵魂的性，
是一种我照现主时采用先天的法，这是咱定格遮尔稳，无形通格咱的无原性，这是咱母啊伊的天，转过到咱遮尔平静的神，天元有落的灵气，转伫咱遮尔静的心灵。我有母娘现世形，转到遮尔啊静，是咱看现个人的心，咱才会当行向先天阿母啊的你，是灵源本露性，是咱转清净这条灵，无形伊的现在。我只有来讲正法定元神，这是咱一条有稳固的天性，啊嘛是咱转无形伊的本性。你有一点清楚的天界，我再来兑现无形的神来，拢是直通咱的灵性。阿母啊来讲现的情，有咱一条正天的理，我再来讲顺家金母娘娘的心，这是咱法界的灵性，啊嘛是你为主现情。有咱这条青天的气，我再来讲顺家阿母啊的心，是咱有清净这点家，现伫咱这么顺头的心，无形伊爱咱的稳定。这世人咱只有讲灵魂的灵气，回到清净这条元灵。金母啊，爱咱顺家安静，这是咱恢复灵源的本性，带有咱遮尔清的心，拢是出咱的天元。母啊，爱咱静甲遮尔清，这是咱顺着天元这条神，无形伊的灵性，爱咱直通。先天的本性，咱有这尔稳这点气，再来讲顺家，咱的心定，是咱以正法正天灵，母娘爱咱的安静。你有这尔顺的灵气，我再来兑现，是咱这条青天的真意。老母啊来讲顺家入心。有咱遮尔啊清楚的天，无形伊的灵性，只有拍通咱现世界的灵。有咱这条正法的灵气，咱再来顺家母娘伊的心。这是咱传来青天的理，放开老母遮尔顺的性，有咱看见清家己的灵魂。我才有母娘啊，这么稳。这是咱传法先天的心，带有咱阿母啊这条灵，这才是咱顺家的天意，拢是直通金母娘娘伊的灵性，现甲这么稳的天神。我爱是直接咱的灵气，转伫咱这么清净的心。是咱兑现无性，啊嘛是你来讲着顺家的清净，拢是一点灵源的灵气。我才有遮尔啊顺家现着心，灵源本意的灵性，转咱清顺命，是咱原始这条灵魂，是咱转入清净的性。母娘伊爱予咱会稳定，我才有这点气通神入来，灵伊的天性，转咱恢复清灵，无形伊的定法，只有定咱这条心的，这是咱转入清界，咱一点气通神，
原始的母性是咱以清净现代，只有看个这么净的心，因为这是咱的原天道家，啊嘛是咱出窍这条本性，嘛是咱这条定法的心。上苍伊爱咱定的主，我爱是通咱这点性。我以这条现主时的心生，敢若亲像原来咱迄个灵性，活伫咱即马当下这个气中，拢是顺着这点灵性，咱才来自先天，是咱原始的灵气，是咱搁讲顺家遮尔啊种的心，灵源伊的灵性。只有咱来讲通灵，你爱有这条正法性，咱才来找无形的法性。这是咱传着清净金宝娘娘伊的原性。你有一点正天的气，我才来讲兑现老母啊伊的心，拢是取着灵源的天性。爱咱转予伊运落来的天命，灵魂伊只有讲通灵，咱爱只有在世间的心稳定，是咱今仔稳会落来。你心中即间开啊，有这个神的威力，这是照天降落来，咱在世间发灵，安尼咱才有这条青天的灵性。敢若亲像元天，这个神顺意，拢是通咱家己，修咱现主时这条心的意思。因为这是咱的发生，当下我会当接到先天母娘以这种号令，拢是正法的天性，咱拢是咧听。听咱的本源本神降落咱即马这个心气，是咱对着无形这点灵性，归着现代金宝娘娘伊的通灵，上苍伊的灵气，只有行向咱顺家的心。你爱有遮尔啊稳这条灵气，我有这点清楚的天灵，咱再来讲顺家显的真，有咱这条青天的真意。老母再来讲顺家道心，显咱一条正法性，转咱有无这样的真，这是咱团上苍的理，灵源现在上天时。天理转开无形界，定咱这条青天性，咱才有原体降落心。无形注定是灵性，现咱转正清灵，这是咱悟，咱才会当讲这点灵气，对着咱家己的心会知影，是咱正觉这点灵性要直通。咱现主是这个心，走向着老母这条元灵啊，这是咱顺家一点气，要向着母娘这条元真，上苍伊的本性，爱咱显露清净。我爱是一点灵源的灵气，你才有遮尔啊清楚的心，拢是咱的元真。今日倒转来无相，这个真源；无相，这个真相，这就是咱的道。所以讲，我要行的是正觉这条灵性，铺咱头壳顶，光明这条圆形，这才是咱顺着现世。因为我即马要证得到，现此时我要感觉，就是应即马秒钟刹那间。我就要行倒转来，咱的原性啊，这才是直传，咱的心直通。
灌入来咱一条灵性，灌连啦，咱先天的本质，是清道这个灵气，是咱转的灵源灵性。无形以后，咱清清楚楚脑神呐，你会转。我只有照着无缘这点灵气，专心专志，行向着这个天。这是咱无形的天性，转过着咱这么平常，是咱会当应发随从先天，金母娘娘伊的性，拢是。上苍的灵气，拢是因咱清净的心，灵源有咱的灵性，转伫咱这么稳的天性。我有一点正法的天灵，咱再来讲学着先天的心，是咱以原来这点灵气，是咱行向这么啊顺的心。灵源伊的灵性，咱爱兑现才是元神。有咱一条正法的气，则来向金母娘娘伊的本性。这是咱转有情的天，咱则带有原来母娘伊的灵性，是咱主宰这点气，是咱来讲到兑现的元神。无形伊个正法，只有来讲到回报个灵源，真理应来定天性，转咱有无遮尔正？这是咱出家个天理，啊嘛是咱行向无形个圣意啊。天元主宰是天性，爱咱看现则是本性。阿母啊，像咱遮尔稳，我才有母啊这条心。这是咱清净现世的灵，咱再来讲兑现老母啊业绩，现咱青天顺路行，转咱有母定，现世转咱开元，定咱在世的心清。是咱有稳定即工课，我爱顺着母娘伊个精神，拢是现咱灵伊个境界。这是我传着无形一类正，才有出家即条心。无形伊讲个是定，咱即马即个圣意，传着母娘。学回来这条原形，这是出家的圣天，让咱入定在世间，咱的心意对着无形，咱才会当求原天的灵性。即马咱是咧找，慢慢啊咧对，对会着咱现主时的性，拢是遮尔啊顺势，咱才会当探到母娘。这条原形，这个原体是老母伊这条心现的。我爱是行向原天的真，再来讲这尔顺的意，无形只有兑现咱灵。我爱是得通这点灵气，灵的永远本性质，这才是依咱青天的真相。咱要行在世间。照着咱即马即个扣心意，安尼我才会当遮尔啊清楚，倒转来我即个心内底即尊神，这是咱源头的灵性，把我即个心来用的，我伫即个心用会着，我才有即条原来的性质。是咱即马即个品行，我要讲到遮尔顺势一性，即个是咱老母伊个灵气，掠定着我即个心向天。即是咱找出着清净咱家己个灵性。今仔日咱只有家己修家己，
互伊稳定。世间离袂开着，家己会当尽心，守伫咱家己的力来做起。这才是通灵的天界。通灵毋是要甲人拨啥物物件，要甲人医啥物物件，要甲人解啥物物件。最主要就是改家己的品质尔尔，这上重要。因为咱通灵有几个眼，有几个灵，这种性质。今日要找到下品起来中品，中品起来上品，上品来特级品，这才是咱道家的天性，要超越到咱凡人、仙人、圣人。爬起来智性，就是咱即马讲号做高真、元君，即个讲号做真君，是咱即条现主时的灵性，转过着这么清净的天灵。今日拢是顺着这点气，咱拢是顺三清的地主，咱才有这个真君的称呼。所以讲，是咱以这条青天的本性，咱转伫这么稳的天神，三清道祖离袂开的盘古老祖，是咱盘古这个精气来化着咱即马这个三清。咱有过去这李定财所讲的片啊，元始天尊41年，伊才化灵宝天尊，41年伊阁再化。道德天尊在一直化雕代，咱每一雕代，所以讲这个真君就是咱即马拢是三清道祖，伊搁再化，是咱要达到这个标准啦。心内有这个道理，有这个道性，这拢是咱的起头，嘛是咧因个人的心，你爱真端正，注重。咱现主时咧食的气息，拢是即马咱咧讲的空气中，咱的信息嘛是咱即马讲空气，照着咱修行，咱上界正常诶，咱离开着输诶、贪诶、无好诶、无符合着真理诶、无符合着天律地规诶，这是咱转伫家己诶心。你安会住？这世人我要修一条，或者至中。至中就是永远，家己谦虚，互别人让头前，安尼大家就无艰苦，无伤精。是咱有这条现主时的心性，咱再来讲通灵，这尊神明，现路。清道是天意，调整无形是元心。今日这粒心会当恢复咱即马这个真，定调调就是咱的体，体就是咱的原本。所以讲，安尼咱就知影讲，个人你这个心会顺着咱现主时这个正能量的空气，气中入神。照咱即马老母伊个显明，传伫咱即马即个灵界，修安安，咱每一条灵伊会当行正直，卖歪过起错，卖动脑筋。这是咱接触即世人要献个教。今日我只有讲灵魂即点灵性，带予咱先天即种技术。拢是显明家己，真清楚这个内性的内意，表达啦是要讲出来，予大家参考。但是修的是个人的立志。今日我爱是照着母娘伊讲的话，我才会坚持。啊，这才是咱讲的不移，心袂乌白叮当啦。啊，若叮当就无志中啊哩。就偏伫中诶边啊，是咱以一点灵源灵性啊，咱再来讲清甲顺甲诶本领，得到清净诶天性，
咱只有回报这条原神，主宰的灵源，是咱照你现世形，转咱一点去通神，落伫这么稳的天意。我只有来讲道家顺无心，天元是咱的真性，转咱过来才是咱的本性。咱有这条现主持的心，看甲遮尼明，是咱原始的灵性。这世人我要讲法，这是咱道家的灵性，接受着咱一条清净的本性。无形伊爱咱的精，这是咱源头的天性，啊嘛是咱对着虚空这条本性。拢是现假，遮尔啊清楚。今仔咱爱是树，树就是你即马咧整理，咧甲流未顺的要流我顺，这则是咱讲的灵源灵性，对着咱的心的配合，拢是真理的天性，整个咱心内底即尊神的名体，咱爱是顺假。这点气通到咱的脑神，出到你这个头壳，起来虚空，定一条，这才是咱的元神出现。无形界只有接受到咱即马这个电波能量尔尔，啊，这才是咱原来的本性。伊要让咱这世人知影，有先天的元神徛伫遮，这是咱正天的灵气。咱不可忘记的，啊，这才是传咱这条灵性，爬起虚空中，你静条条原来这个性质，这是咱化开，咱这条本源本性，今仔咱会当甲分开，会当甲伊转变，入定咱的天性，安怎讲？真麻烦呢，啊，甲化好简单呢。就讲，伊真繁华诶，复杂诶，真侪。我只愿要甲浓缩品，亲像足简单诶。这就是咱即马咧讲诶灵性。我积累袂遮尼侪啊，我比例袂遮尼侪啊。啊，这则是我一世人要甲伊浓缩，是用着上简单、上解容易诶，咱会当集中。倒转来原来座位，这就是咱清楚的天意。一世人，咱要修啊，坐正啊，不爱复杂。上苍的天性，爱咱行倒转来无形安静，照着通天这点灵气，咱只有定现主时，离袂开着咱这个心的照见。因为咱爱是真嘛，这颗心的坚固啊！啊，这则是咱真正清澈、清楚、清白、清净，灵魂离袂开着清心，清心就无挂碍，就无烦恼，就无劳苦，无干扰。这就是咱落定，咱这条灵魂，亲身要甲咱讲的，这个灵魂伊咧行运。咱有这个气，才有这个运神出现。性啊，你才会看到咱现主时，咱的原真的性，是咱主宰这点气，是咱搁再顺个这条心。今日我无爱搁问来问去呀，对来对去呀。你有问题，我搁答你的问题，迄拢是伫遐咧拖沙。今日我无爱伫遮。安尼阁拖落去啊，阁延迟啊，到尾啊，大家拢冻伫遮，这个界你跳袂出着这个界，是咱这个界线，咱有这条开始，我慢慢就要行入着这个线外，会当予我清楚一层一层、一卡一卡、一层一层浮出来啊，这才是咱的正法显示灵，转过着我的心。这么清，是咱真清白。今仔我只有讲
咱的法，母娘啊，给我调整我这个心意，来你，我会当顺天地，这种循环力。今仔日我要照着安尼这个气息，这个信息来讲着这条灵源的灵性，因为只有我的人才会当考验嘛，天堂甲地府啊，是咱母娘啊，有我这个机会，我这个灵才会起来真清楚这个天堂。今仔我的灵才会落去真复杂这个地府，安尼你就会当知影讲。这个天地水，所以讲，咱爱是这条灵源的灵性，转过着清净，咱的天灵，今日所有拢爱伫地休困，伫地生，但是水的，就是咱即马讲地府，因为苦海无边，海就是水，只有头壳顶，这才是清的。今日要予伊清洁，要予伊清明、清白，安尼即种性质，这是代表咱个人的原型啦。原型就是啥？咱的志愿。你有这个坚持，你有这个意志，你有这个志工，要甲达到成，咱有真济分嘛，伊降来做菩萨，韦陀尊者嘛是啊。伊讲，恁所有的一直升百佛，今仔日咱有99佛，伊才要来升百佛。地藏王菩萨嘛同款，恁先行，行到大家拢有佛迄个价啊，啊我才来升佛。观音做莫讲啊，伊的慈悲喜舍是咱真正文殊师利，伊所有的上界有智慧的。这就是咱净化一点灵气，要讲予咱人听。世间有这个神，世间有这个心，有这个人，伊会铺伫咱即马这个社会。这就是咱原形一点灵气，个人修养。今仔咱只有渐进嘛，有诶是顿悟诶啊。哦，所以讲今仔咱用着渐土诶，慢慢来添基础。这边添过那边，咱即马讲砍甲离，离个顶悬，迄个移过来砍，砍顶悬，这个移过来，这个离个顶悬，这个卦就无同啊。哦，无一定讲就干呐，抽中央迄个人尔，顶下拢会当抽，安尼天地迄六个囝就出来啊。是观世这点灵气，是咱来讲就净出这条心。这是咱显明个人的原性，咱再来讲回到这条本源本性。今咱爱是虚空界啊，啊虚空界都无物件，所以讲咱要去掉这个数本论，啊，甲咱今嘛咧讲的理气论，是咱用安尼来表示有这个理气。你这个相数就出来，你有这个相数，慢慢你就来到这个无限啊！无限就是咱的气，咱的理啊。这是相对论的，所以今仔日咱要讲的是心甲气，咱的性这个本质啊，啊，这是无形的，不是文字听定会调的，是咱个人的心主才立会定会调的。这拢是通甲咱这么清净，咱脑海中啊恢复原来迄种成品成分，这是咱顺着这点灵性，我也是咱的成品啊。所以讲，我爱是这条灵气，现伫这顺的心，成品就是现主持咱个人的成品啊。你有品德，也是有品格啊。是咱在世间要讲的灵性，凡人当然是爱福禄啊。但是修行者，你会当甲福慧啊，拢是福大生啦。但是
凡世间伊是爱现主时的快乐啊，但是修行者快乐，伊要互伊平平啊，乐天知命，安贫乐道啊。你只要过再生啊，修行你若是只讲待得真快乐，当然过去一个影星有无？有剃头有无？修无十多年啦，负债这么多。每一个人行的性质无同啦，修行你一定要定条条，你这个心性啊，你莫亲像讲较早社会书，啊你咧趁钱真紧有无？爱看破啦，现主是你做什么角色，你爱演什么角色啦。啊，这就是咱人定的条，你以后要坐迄个位啊，你才坐会条。啊，这就是咱今嘛咧讲的，咱的性质啦。上苍伊爱咱恢复天性，无啊离袂开着这个位啊，爱咱倒转去天顶啊。啊，这个就是咱上苍的天性，要鼓励咱每一个人这个心。啊，这个心就无讲你是凡人、圣人，啊是讲你即马是仙人哦，伊是无分的哦，每一个人拢有机会哦。啊，是咱有这条清楚的天界，啊，是咱顺着无形的自在。今仔日咱唔免讲直接讲，你直接咧听，就入你的心门啊。最主要，咱的心门若开，开门见山。开门见主，就是咱这条灵魂的主人啊。今日若明心，就见到咱的本性；今日若修心，你就练性。这是修行的意义，是咱转到这条灵气，咱清口啊，要讲家己，因为只有家己才知影家己的心，咱无法度了解别人的心，心。伊去予遮个人骗甲惊去，佛祖伊只有家己要讲法，予大家听尔尔。佛祖嘛无法度了解大家心。只要你有善心，只要你有真正修行，佛祖就知影讲你真正的心是善的。啊，若无凡人有无？这个心变来变去。今日我答应你要去。明仔载我爱困，啊是有一挂小节、小空隙尔尔，啊我着变卦，着翻心啊。所以人的心真歹抓啦。过去一挂神去予遮机生解舞脚有无？有神啊无神嘞，走精气无声音，是咱这条现主时的灵性，最主要是个人。你这条性爱稳定，你这个心嘛爱会当建造，啊，你才会当讲出着你现主是一片海，一片天，这才是咱真正这片心，你会当照着道，安尼甲行出来真水，真水就是讲光明、光辉、辉煌啊！啊，这就是咱真正这么啊鲜艳啊！啊，咱讲讲，或者。璀璨啦，哦，安尼真正为安尼无诶，甲吹吹吹吹，甲闪闪甲真大诶光有无？搁永远调咧，灿烂啦。是咱顺着这条灵性，是咱要讲着顺甲咱诶本性。打开始，当张景春因翁仔某拢伫遮，我嘛未晓讲啊，但是都用爱诶啊，青头迄一年喎，拢用爱啊。就包括开来信王讲讲，每年春天天山天地安尼尔尔，但是到尾也着慢慢啊讲，咱用录音带，甲即卖咱咧讲有手机啊送，啊到当时啊拍片，啊这着是咱慢慢啊进步，慢慢啊杀咱这条灵，伊有这样声音，所以讲咱人一定爱轻快，轻快你才做有好诶代志出来。会当浮现主时，咱即马所有的心境，人爱拜神啊。当然，你拜了爱成神啊，
啊，你干定伫咧拜神，那有啥物意义？所以讲，人神，神是咱人去做的，人神是共款心，神你还佫跳起来变仙啊！啊，仙你才有这个机。所以今仔日，咱的神有真正光，你就是仙的这种性质啊！这是咱通灵的本性啦，毋是家己咧讲虾米。家己现主是这种品格啦，这是母娘伊要和我讲的，吼、哦！啊，我是爱鼓励大家，唔是咧讲我哦。母娘啊，伊和我讲，就是咧，予大家这个机会哦。啊，你唔通讲哦，这老狗嗰个臭屁啊！这就是咱通灵，因为母娘伊要化醒，咱每一个修行者，啊是每一个无修的咱凡人。大家共同来支持、扶持，啊来讲支持，咱现主是个人的心性。只要咱这个心，你若有正，你就有这个道理来生。道就是咱咧讲的心来咯，佛嘛同款，迄只是一个名称。啊，咱人去学这个文字有无？啊，母甲乱糟糟。唔知你讲佛道本来就合一啦，迄是名称啊，迄是文字外，哪有啥物道理啊？是咱起码一片心，是老母啊，是咱的元素，咱老祖啊所讲，啊，这才是咱定条条啊，这个笔是安尼写的啊，这个笔是安尼画啊，这个笔是安尼打叉，这笔笔是安尼刻印刻啊。显露是灵发性，转眼有定现世明。你如果若知影讲这个笔，一笔定乾坤，一笔定论输赢，啊，这就是咱讲的讲，你这个笔只要运一个一撇，你就知影。你如果若直接迷茫，你如果若唔信邪，无信仰，你这个笔运，咱即卖咧讲啊。顺阳符也好啦，太湖也好啦，遐水，予你一直运，一直画，一直写，写到倒去，你嘛毋知影真理啦。是用安尼讲啦，化繁为简啦，为简啦。这就是咱今嘛静落来的灵性，要予咱遮尼啊顺界通灵，是咱顺着这点灵气，咱人爱行。真心啦，爱听真理啦，安尼才会入神啦。啊，若无，大家若是拢神的对面有无？都冷机机啊，迄个鬼啊，是咱顺着这点灵气，转予咱这么顺的天性啊，是灵魂也灵觉，是咱转的这么啊清楚的天命。灵源伊个灵气，是咱来讲到清家己个心平静平衡。世间只有心平安，安尼就袂去生麻烦啦。个人顾家己啦，安尼即个社会就会和谐啦。咱每一个人个心灵就会提升啦。真理是天发心，爱咱转遮尔安静。心灵是你即马出家，点醒着你即马来吧。你也当照着原体、原能贯穿着你即马这个自信。你也当将着你即马这个信号、海角的信号、天顶的信号，咱即马这个心知影的信号，该传播、该表示，就是咱的喜欢啦。表示咱现主时是全心全意的，这就是咱的模范。这颗心完全拢是母娘，伊来甲我牵绳的，这就是咱元天的真相。要来讲到出家这条本领，随着正天这点灵源，咱则团有母啊这条心，是咱恢复清净咱的天意。咱再来讲敬母顺家的心。
上苍伊的灵性，爱让咱来拍通先天的本性。我爱是得通咱的灵源，母啊，伊有这点灵气，咱再来讲道灵，咱的顺序，用咱这么清楚的天界，咱再来显明顺界自在。有咱一条通天的心，咱再来行，有咱这么精，这是咱的元天清净，啊嘛是咱母娘。我爱是得通，我即马这个心的知影，知影就是知道啊。啊，你若知影这个道内底，你着行来嘛通，行过嘛通，直起来嘛通，落来嘛通。所以讲，今仔日灵通通灵，就是你即马母娘甲你点，啊，你就会当将着母娘伊这个心意，就是圣旨直接开拓。啊，这才是咱顺界天性啊，因为咱要行是咱古圣先贤较早所有的旅行，啊，这才是咱讲的啊，过去有安尼做。啊，咱知影讲这个严重性，啊，今仔咱爱安尼，家做出来收会掉，唔通阁妄动落去啊，唔通阁荒唐落去啊。今仔日咱无爱荒废，咱行的这条路，啊，拢是伫只牺牲，啊，无一个果。牺牲，无一定就是损失呢。所以今仔咱有这个牺牲，希望着咱后世，咱会当。即世倒转来，咱永远住伫无贪念这个境界，这个所在。啊，这才是咱真正修行的谦虚的退呢。因为咱爱知影讲六祖啊，伊讲啊，这个佛法是啥物人得？伊讲捌佛法的人得。啊，尾啊，这个人问讲啊，你敢捌佛法？六祖讲。我是唔捌佛法的戆人，所以讲，咱人有真戆有假戆，修行就是爱代表咱真正假戆，但是咱戆中爱带有咱这个脑底，啊，这才是老母的军团，你袂当骄傲啦，执着啦，哦，啊，拢要伫爬伫人的头顶悬安尼无，安尼人会插目，是咱。用这条正法正理传咱这条灵气呀，是咱这点清楚的天界，咱再来看见有母啊的自在，元天是灵气，爱咱转着清净的心，我爱是得通咱的灵性，咱再来讲主宰的天灵，修行者，咱来讲。插正地有无？麻烦就来啊！昨咱在咧讲讲，咱大家有一间宫有无？插正地有无？麻烦就来啊！无闲的莫找你的麻烦，有闲的莫找你的麻烦。所以最主要，咱修行者就惊中立，啊！你莫重视倒一边，倒一道。啊！这才是咱真正家己的缘，你定会掉。咱的心啊，爱定伫咱这注重的重要的心，因为今仔要行的是注重，莫有这个人，莫有迄个人，吼、哦。所以讲，咱嘛莫讲别人的好话，嘛莫讲别人的歹话，只有咱家己讲别人的好话，调整个人，咱家己的歹品行，咱莫有迄种歹款的习惯啦，啊，你唔免饲啦。你若真正行在天顶，人要爱你做的有无？你一个动心嘛，有形无形拢来到位啊！是咱上重要修道人啊！啊，你嘛莫讲啊，你即马占权啦，后摩啊是安怎变局？无安尼咧定论的啦，是天地咧安排的啦，毋是你这个小灵通啊有无？啊，一个有，一个时有哦，有啊，你就会当直接咧讲。啊，这个天地是安怎来啊？用药的，有当时啊，药一半摆啊，哎，就是鬼神的境界啊。
是咱以这点青天的灵气。孔子讲这么高，伊都唔敢受人过面贴，因为一暗，伊的时间是长落落，伊要安怎变，唔知影，会死会死嘛唔知影。但过去即嘛有真济，咱咧讲的这演员，三十外岁、四十外岁有无？处事的足多，所以你莫来讲受过面贴。是咱爱有这条现主持的灵性，道理甲阮会当共开破，啊莫讲秘法的啦，未化有无？就讲啊未到的，你唔免去共论啦。是咱有这条正法的灵气，道理就是爱讲，咱即马正会到的，先天伊的知识，后天发生的故事，安尼咱来讲有无？都未去用掠包。是咱顺着这点灵气啦，啊！你若真正要闹开有无？要无面子有无？啊！你着较实用嘞有无？咱只有一个师兄因头家啊，过去若发灵机啊，是讲什么有无？哦，有风台、土石流，啊是讲有地动有无？啊，伊想要讲遐呀，甲即嘛有无？过去有无？你讲玉皇大天尊安怎有无？选举的什么人会对有无？伊对唔对拄啊？满面沾豆花，即马点子子啊！修行咱有一个品啊，这就是咱即马你讲你道理捌唔捌？这个礼经你真正有参无？是咱以这条正法正理，元天有咱这条心意，是咱爱有这条健康性。今日修行只食咱的心，啊心就怎？顺现主持，咱来应道、应法、应心、应口，是咱顺甲这么清净的天，咱再来讲显明这么顺的理，安定则是天界，落定则是自在，合作会则是咱的灵气，转伫咱这么清净的心，是咱原来的天性，是咱转过着这么分明。因为这是先天的真意，带有咱儒家老祖的开口。今日要照着咱的祖源，照着咱的青天，咱盘古祖伊所留的好，啊，这就是咱一心一意啊，莫有魔这种心啊，莫有假来甲咱定心啊。所以讲，拄则咧讲，迄种你若有深入，你若有动脑筋有无？啊，就是你的心出去啊，心邪去啊。今日修行人一定要正定，修你的心，就摄你的心，摄你的心，啊，你才会当成点现主持的真心话，真心啊，伊才会当甲你应合。这就是咱清楚的天界，做人一世人，咱捌人情世事啊，这才是咱讲的通天灵元本性啊。好啊！
呀吼咿呀吼咿吼啊啊哦哦哦耶耶耶啊耶嘞嘿嘞啊耶哦哎那啦吼啊耶嘞吼哎那吼啊耶嘞嘞吼咿吼耶嘞啊耶嘞哦耶嘞嘞哦耶哦耶哦耶嘞吼哎那哦啊耶嘞啊哦啊耶嘞呀哦耶哦哦耶哦哎那哦哦哦耶嘞嘞哦耶嘞啊哦耶嘞啊啊哦哎那嘿啊哦哎那啦哦耶哦哎那哦啊耶嘞嘞哦耶嘞嘿嘿嘿嘿哦耶嘞嘿哦耶嘞嘿嘞哦啊耶哦耶哦啊耶嘞哦哎那哦啊耶嘞啊哦啊耶嘞呀哦耶啊啊哦耶啊啊耶嘞哦耶嘞哦耶嘞嘞哦耶哦耶哎那哦啊耶哎那哦啊耶嘞嘞哦耶嘞哦耶嘞嘞